今天晚上真的好饿啊，抛开减肥计划，跟老爷一起来吃宵夜啦。这间新清朝海鲜楼，它有卖鱼面，也有卖炒煮，价位大概在10到15块之间。今天晚上我们叫一个炒米粉来吃，虾子还蛮新鲜的，花枝还是小卷什么的也是蛮新鲜的，分量非常的足，两个人吃还蛮饱的，饮料也还不错，咖啡也是可以的。这里还有卖新鲜的鱼料理，还有鱼面等等，也有新鲜的螃蟹料理可以供选择哦。这间店给我感觉就是环境超干净，食物超新鲜，分量又大，真的喜欢吃海鲜的很值得推荐来这一家哦。关注我，一起发现沙巴的美好。